干嘛？怎么了？又肚子饿了？干！好丑，好丑，主播好丑！明明就知道巅峰三在卷，为什么硬要过去？好丑！一代有很多印象深刻的东西哦，真的吗？好，听你们的。老鼠，干嘛？怎么了？又怎么了？刚刚是肚子饿，啊，现在怎样？拉肚子了。干嘛？干嘛？干嘛？拉肚子了。我已经几乎动不了嘞、欸！哦，这边有肉，这边有肉，我说要吃这个肉。哦，跟老鼠抢肉吃，肚子饿了，太饿太快了吧！妈的，那个一看就知道是陷阱，我就在想他为什么不把那个肉搬出来吃，为什么一定要站在里面吃？哭啊！这个陷阱也太明显了，他是笨蛋吗？哇哦，还好他这个劣质铁笼，没事，还好他是劣质的，哈哈哈哈哈哈。哎，我再回去看一下，我再回去，怎么样？这边有个可以那个，我可以帮他拉出来吗？不行，那你的笼子借我一下。我去拉一下这个握把，看一下能干什么。哦，干，来不及耶。进来了，哈哈，想不到吧？一个时间差逆转公式。干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我好像被锁在这里了。我是被锁在这里了。哎，没有，没事，没事，没事，上面还有路走。我看，我刚差点以为我会锁在这里。你不想上班，那就明天请特休啊，直接请假，不要去了，不要面对，不要面对。哦，是那个长长人。干！完了，被抓到了！我本来想收他屁股的，说，可恶！我以为会有什么动画哎、欸，结果没有，都在这边。
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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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逼眼他，我要逼眼他，我要在门口逼眼他。哈，我又回来了，哈哈，我又回来了，找不到，我又过去了，我又过去了，我看你怎么抓我，哈哈。这按钮是怎样？看毕业了，看，吓死我了，吓死我了，吓死我了，差点就被抓到了，他的屁股就被摸到了。这边看看哦，晚上好。哦，房间多一个鞋子。吓死我了，差一点就被抓到了，还好没事。命大。哎，人嘛就是要玩，就是要开心一点，怎么多鞋子啊？这是不是下去就回不来了？嗯，观望一下。怎么多鞋子啊？哦，我懂了，这个鞋子就像是一个海洋，然后它海底下有怪兽，然后你必须走在皮箱上面才不会受到攻击。好，我懂了。哇，完了。这边附近哪里有皮箱啊？这附近感觉好像都没有皮箱欸。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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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像来不及。啊，嘎，被抓到了。差一点，就差最后一点点，我就会赶上了。我知道皮箱在哪里了，你就不可能赶得上我啦。没啦，我觉得这种东西初见杀，它有很多初见杀的地方，就我觉得，哎，这种图书板会怎么样？我会被夹吗？我好像不会被夹哎、欸。我一只老鼠掉在空中，我以为我踩那个图书板会被夹断腿，结果没事。
这是肉吗？这个可以吃吗？好像不行。啊！不要啊！哎，这不是我们来过的地方吗？不要！叔叔不要，叔叔不要啊！怎么办？啊！看我被抓到了！死了！他从哪里来的？叔叔不要！我躲这里，我躲这里行了吧？我躲这里，他应该不知道我在这吧？他应该不知道我在这，他应该不知道我在这。没事没事，我们不要慌，我们不要慌，各位不要慌。他是瞎的，他看不到，他看不到，他只能用闻的。哦，是尖头小人，尖头小人，他跟着尖头小人走了。没事没事没事。哎，逃过了！哎呀，这猴子怎么在这边？嗯，那边干嘛？推不动嘞，只能推到这里来。哎，这底下有一个翘起来的，那要搬这个吗？还是什么？这不能爬，这不能爬哎。这边要干嘛？让我思考一下。完了，这游戏有点卡关。这个地板感觉能撬哎、欸，可是我不知道怎么撬它。哦，有了有了，我下来了，我下来了。是因为这个猴子玩偶，它帮了我增加我的重量。哦，又看到妙脆角嘞！哎，上面是那个，上面是那个刚刚那个很可怕的那个长手叔叔。
他在干嘛？在摸什么？摸汤匙。我看一下他在干嘛。干他都在干嘛？意义不明哎，完全不懂他想要干什么。一直在摸那个汤匙。哎，这边有一个。应该有路走吧，没路。这边呢？哦，这边，这边，这边。哇，他就在这上面这样子，我要怎么？他怎么回来了？哦，没事，我过了，我过了，我过了，没事了，没事了，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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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，这个时间赛我赢了，吓死我了。我到底要跟那个长手叔叔玩多久啊？走到哪都可以遇到他。哎呦，怎么又是他？要干嘛？我在通风馆放心不为过吧？完了，他知道过来了。啊！嘎！又被抓到了！不要！不要！叔叔，不要！走吧，这个推开一定会被发现呢、啊。我说要赶快先躲起来啊，先躲这边。那先躲这边，对啊，因为他会过来啊，我先躲在暗处，让他摸，给他摸，让他尽量的摸。要有个可以丢的啊啊！怎么办？
跑啊，兄弟！后面有东西在追啊！哎、欸，好像没跟过来哎、欸，好像还好，回去看一下好吗？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他跟过来，他跟……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我就在你面前，但你抓不到我。哎、欸、哎、欸、嘿，哎、欸、嘿嘿嘿。吓死我了！怎么突然门被关起来了？吓死我了！这边要干嘛？这边要干嘛？哦，这边要爬！吓死我了！我想说，怎么突然门被关起来？看一下，这边可以，这好像要跳对面，是不是啊？哦，对，跳对面。哎、欸。他到底为什么都可以在我前面出来啊？这也是他家是不是啊？他怎么都可以在我前面出来啊？不公平啊！不要不要！你没看到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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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没看到我。你没有看到我，你没有看到我，你没看到我，你没有看到我的屁股。干，他是不是卡 bug 啦？叔叔不要啊！我只是个可怜的黄色雨衣小女孩啊！干，他卡 bug 了，我出不去啦！我这边要怎么出去啦？啊！我就知道，哭啊！哎、欸，我哎，我成功在这边还不错。我就哭这边，他应该不会发现我吧？可是好黑哦，什么都看不到。我在那边。他过来，他过来，他过来，他过来。哎、欸，他怎么知道我在这？他不是瞎的吗？我什么声音都没发出来、欸？哎，他不是瞎子吗？不要！你没看到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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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没有看到我。嘎！他看到我了！屁啦！这边怎么过？别再摸啦，兄弟，没有你要的东西呀、啊！
别摸啦，别摸啦，这里没有你要的东西啊！啊，我要把这个东西搬回去。我发现那个红红的东西，我看到了。我要把这东西搬回去。我要怎么搬回去啊？哇，完蛋！我要怎么把这东西搬回去？太黑了吧，怎么都看不到。有人要来轮奸杀我啦，快跑啊！我躲这里，我就不信他会找得到我。没事，等他回去看电视，等他回去看电视。有了，拿到喽，然后再把它装回去这里。哦，他还会看入迷哦，我不知道啊。我已经跳起来了，哎，为什么还可以抓得到我？干，我直接被吸回去啊！哈哈哈哈。我跳起来了，哎，啊，怎么把我吸回去了？好，他看电视看很入迷。OK， 我们赶快把这东西装回去。跳起来！可以过了，我们躲过长腿叔叔的追击了。不是长腿叔叔，是长手叔叔，长手叔叔的追击，我们躲过了，我们躲过了。还知道干嘛？要拉、哦，拉车，然后呢？
哦，用这个挡蒸汽就对了。OK。然后再把它拉过来。叔叔聘比较好，是当地人。真的哎，叔叔的聘真的比较好哎。直接一个无情开抓哎。跳不动，太慢了。好，过了，哇！结果下面是一个死路，哭啊！哎，没事，我还活着。这是什么地方？要拉路就对了。一打开，下面是个死路。哎，不对耶。我又回来了，哎、欸，干，为什么他会被我把我吸过去？我明明就站在旁边，他怎么把我吸到那个蒸汽上？OK， 然后我们把它推到边边，再一次，哈哈，没事，我成功了。我在这牢牢握紧了门把，没有跳下去。干，这也太阴险了吧！一打开就是一个洞。所以第一次看到的人一定都会中标啊。噔，点个火。我还是觉得好奇耶，为什么明明是？这个长手叔叔就是那种大人的住的地方，会有这种通，就是那种管道，然后里面还会有烛火台这种专门给小六在用的这种就是小小的东西。哎呦啊！哎，干！对不起，主播好丑。对不起，主播没有注意到，主播以为是老鼠，我以为是老鼠，我好丑。对不起。不要！没事，过了，太变态了吧！道歉要露出胸部，不行啦，我这个36D 垂奶露出来，你们还是。哪受得了啊！当场大爆射了，完了！长手叔叔要来了，不要啊！干，被抓到了！这里竟然要滑行，我没有想到，我以为可以直接走过去。叔叔不要，不要冲动啊，叔叔！快点压断那个东西，压断他的手啊！干，我还是被抓到了！
看这边怎么躲啊？看，太恶了吧！他的手也太长了啦。好像会重复欸，好像是不是要盖、哦、要去拉那个铁笼哦，要去拉铁笼。好、哦、没问题。他来保护那个铁笼。手断了，终于，我不用再沉浸于长手叔叔的威吓与压迫之下了。他的手，干你娘的，怎么还会动啊？他的手断了，断了，断了，还敢抓我啊？啊，还敢抓我啊？啊，你的手现在就像是长长龙虾一样了。哎，长长的有什么？长长软软的章鱼是不是？你看他的手像章鱼一样。趁热六小时内还可以接回去，不要这种东西，最好是一辈子都不要接回去比较好。因为我击败了他，所以我可以嚣张，我有本钱啊。嗯，怎么又哭在这个地方了？还是搞不懂哎，为什么我要跟那个长手叔叔互相攻击啊？哎呦，我拖了一个尸体过来。有什么东西呢？哎，这个尸体被丢下来嘞，这是活的吗？还是死的？上吊的长腿叔叔干这个长手叔叔，我也觉得有关联，可是我不知道他们关联在哪里啊？还是他们是亲兄弟、亲生兄弟，一个脚比较长，一个手比较长这样子？这尸体不知道干嘛。要抓这个钩子，哇，掉好多肉块哦！哎，那个胖胖的是什么东西？他看起来像厨师哎。哇，这也是什么东西啊？怎么一堆？啊，该就肚子饿了，不会吧？
不会吧，我又肚子饿了啊，这边没东西吃啊。安诺好利。干，没东西吃啊。完了，不行，要撑不住了，太饿了，太饿，连打火机都点不起来啊！哦，我要吃老鼠了。这个老鼠夹刚好夹到一只老鼠，就是你了！吃老鼠，潘诺安安哦，玩几关了啊？我也不知道哎，就是刚打败长手鼠鼠。看小六，好恶哦！这边吃老鼠，好恶哦！老鼠，老鼠，我想看看呢，晚上好，晚上好。豚鼠还蛮好吃的，我没有吃过啦。这我是不太清楚，就是了。我刚刚就在想，可能要吃老鼠，结果他还真的是吃老鼠。哎，小六被玷污了，他不可爱了。虽然说我从一开始玩到现在都还没看过他的正脸长怎样，但他现在已经不可爱了。OK， 这条路可以下去。天竺鼠也很好吃，谢咯，我不想知道这个讯息。要干嘛？哦，干嘛？我听到在磨刀的声音啊，这个我很熟哦。我以前在那个澳洲肉厂工作的时候，就是很常听这种磨刀声哦，我很熟哦。哎呦，他的刀法不是很好哦。他在干嘛？干嘛？我没有出来哦，我没有出来哦。他刀法没有很好欸，他刀法蛮差的。这边可以出去吗？他应该不知道我来过吧？欸，那怎么？哦，是那个尖头，那个麦脆角，麦脆角，他连要讲尖头小人了。行不行？声音太大，声音太大了。他过来，他过来了，先躲一下，先躲一下。这群麦脆角都不怕这个胖厨师哎、欸，啊，为什么要这么怕我？
什么？哦，鱼头。干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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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干嘛干嘛？我不是你可以碰得到的存在哦，我先跟你讲，不要冲动哦。啊！快跑啊！六鬼六起来！啊啊啊！他跑太快了，还没办法溜。干！我怎么会放到鱼肉里面去了？也太恶了吧！干！我被抓到了，对不起，主播好丑。这个，我直接开跑！啊干，这边钥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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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钥匙在哪？靠近我，臭肥宅！哇，这好像过不去。钥匙在哪？可以拿，这边有什么东西可以拿？这边要干嘛？哦，可以往上爬欸，然后嘞，哦，可以回去。厕所干嘛？这个设计也太烂了吧！他们两个马桶并在一起干嘛？是要人家人与人的连结互相贴在一起哦？这种烂设计，烂马桶。哎，开了！等一下，我先看一下左边有什么东西。连体婴专用，干也太恶了吧！这什么什么设计啊？这什么？这是那个胖厨师吗？疯狂乱砸！哎，是那个胖厨师哎！
后呢？他好像去厕所，是不是？他是要去厕所。也没有啊，他没有去厕所。嗯，拿水来看哦。这个应该算恐怖游戏吧？虽然我觉得有点不太像，就是它有一点偏解谜啦，惊悚解谜类的那种感觉。哎、欸，我又回来了。完了，我有点搞不太清楚这边要干嘛哎、欸。白云早，我是要趁他睡觉的时候偷他钥匙啊，还是怎样？我还不知道他钥匙放哪里耶、欸。好，后期晚安，去吧。他钥匙放哪里啊？钥匙在房间。要再回去房间嘞。这边是回去的路啊，这边是回去一楼的路。等一下，我先把它拉开。去看一下钥匙在哪里哦！你们都有看到挂在墙上哦，干我眼干嘞，我没看到哎、欸，挂哪里啊？哦，我看到钥匙了，我看到了，在那个地方，这也太难拿了吧？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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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钥匙了，有钥匙了，拿到了拿到了，大家都眼干，大家都看不到，大家都瞎了。去嘞！我看一下，我想等他到左边之后，我再一路冲去开那个门。哦，这个厨师在这边走来走去很烦呢、欸。这个胖子，大个儿，可以了。可以了，可以了，该走了，该走了。你既然能给妙脆角拥抱，真的假的？可是他看到我就跑啊，我没办法，他看到我就跑。